You never know what will happen at Worlds. The stage is set. The curtain is drawn. 没人能够预见会是这种情况。This is the key people want to see. 新的王者诞生了。Kaboom! They lit the fuse. 你看到了吗 ？They're gonna win. This is it.召唤师，欢迎来到2020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抽签仪式的现场。经历了一整年的奋斗和拼搏，22支来自全球的战队脱颖而出，汇聚上海。他们将会为召唤师杯展开激烈的角逐。马上，我们将会通过抽签揭晓本次入围赛和小组赛的对阵。那么接下来，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了解一下本次全球总决赛的赛制和分组规则。2020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即将在中国上海开幕，一起来看看本届比赛的赛制吧。在为期一个月的赛事中，22支参赛队伍将接受三轮挑战，分别是入围赛、小组赛和淘汰赛。在第一阶段的入围赛中，巴西 CBLOL、 日本 LJL、 大洋洲 OPL、 独联体 LCL、 拉丁美洲 LLA 和土耳其 TCL 的一号种子将会与东南亚PCS、 北美 LCS、 中国 LPL 和欧洲 LEC 的低位种子激烈碰撞。入围赛中的10支队伍将会分成两个小组，每组5队，每支队伍将会与同组队伍逐一较量，最终排名第5的队伍直接淘汰，排名第3、第4的队伍则会通过5局3胜的对决争夺进阶的机会。5局3胜对决的胜者将会与另一组第二名再进行一场5局3胜的比赛，他们之间的胜者将会与两组排名第一的队伍共同携手晋级小组赛。是的，你没算错，小组赛总共有16支队伍，4支入围赛晋级队伍和12支直接入围队伍。这12支队伍分别是中国 LPL、 欧洲 LEC 和韩国 LCK 的前3号种子，北美 LCS 的前2号种子和东南亚 PCS 的1号种子。在小组赛中，16支队伍将会分成4组，每支队伍都将与所有同组队伍进行2轮单局循环赛，最终只有小组前2名才可以晋级。淘�汰赛阶段，突围的8支队伍将与对手进行5局3胜的单轮淘汰赛，在最终决赛，2支最强队伍则要展开5局3胜的比拼，胜者将成为第10支举起召唤师杯的队伍，荣登2020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宝座。首先，我们将进入入围赛阶段的小组抽签，有请入围赛的抽签嘉宾微笑。首先有请微笑上前，进入入围赛1号种子池战队的抽签。第一支战队是来自 LCS 赛区3号种子 Team Liquid。Team Liquid 连续3个赛季打入了全球总决赛，他们的新教练是前 LCS 的解说 Jack。这支队伍从春季赛的第9名要到了夏季赛的常规赛第1名。Team Liquid 今年的新加入了2名选手，一名是前 Fnatic 的打野 Brasa， 另一名则是本年度的最佳新秀 ADG 选手 Texio。队内的另外3名选手分别是2017年的世界冠军 CoJJ、2013年的世界冠军 Impact 以及老将 Jensen。作为 LCS 常年第一的种子的 TL， 今年能否在入围赛大展身手，让我们拭目以待。Team Liquid 将会进入 A 组。接下来有请微笑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LPL 赛区4号种子 LGD Gaming。
时隔五年之后，老干爹战队再次来到了全球决赛的舞台上。除了辅助 Mark 之外，老干爹的其余四名选手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都有全球总决赛的参赛经验。西野和 Pina 组成的中野组合十分强势，西野更是在 LPL 的夏季赛中斩获了10次的单场 MVP， 迎来了生涯的第二个巅峰。老干爹在季后赛跟资格赛中两次击败了2018年全球总决赛的冠军 IG， 证明了他们的强势绝非昙花一现。老干爹将从入围赛开始慢慢寻找状态，期待他们能在久违的国际赛场上面取得新的突破。LGD Gaming 将会进入 B 组，有请微笑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LEC 赛区四号种子 Mad Lions。Mad Lion 今年才刚刚加入 LEC， 但他们的表现已经惊起了不少的波兰。他们只留下了前身 STY 战队的中单 Humanoid， 剩下的四人都是欧洲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们在春季赛拿下了季军，并且最终拿下了 LEC 赛区的第四号种子池。 Mad 在常规赛中凭借着极具想象力的 BP 以及强烈的进攻性打出了绝佳的战绩，他们的辅助选手 Kaiser 取得了夏季赛半程 MVP 的荣誉。这支新生的马德里雄狮能否在世界赛舞台上一鸣惊人呢？我们一起期待。Mad Lions 将会进入 A 组，有请微笑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PCS 赛区二号种子 PSG Talon。PSG 组建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入全球总决赛，他们在春季赛拿下了 PCS 联赛的冠军，并且在季中举办的 PCS vs BCS 的对抗赛中也拿下了冠军。夏季总决赛中 PSG 虽然输给了 Magic， 居于亚军，以第二种子的身份进入到了我们的全球总决赛，但他们的入围赛的首发阵容可能会有变动，但他们取胜的秘诀不会改变，就是依靠着强力的上中野来取得游戏的一个胜利。值得一提的是， PSG 的上路选手是大家熟悉的前闪电狼上单 Hanabi。PSG Talent 将会进入 B 组，接下来有请微笑进行入围赛二号种子池战队的抽签，请微笑抽出第一支战队。来自 OPL 赛区冠军 Legacy Esports。LGC 在过去的五年中进入了4次的总决赛，并且在今年完成了背靠背的连冠。LGC 连续两个赛季都拿下了常规赛的一个第一名，并且在两个赛季都以3-1的比分赢下了总决赛。这支队伍有老将也有新秀，而他们的 ADC 选手 Red 是 OCE 联赛的最为传奇的选手之一，这也是他首次登上全球总决赛的一个舞台，期待他能不能带给我们好的发挥。Legacy Esports 将会进入 A 组，接下来有请微笑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LJL 赛区冠军 V3 Esports。V3 Esports 于2017年成立，他们首次拿下 LJL 的联赛冠军。他们在夏季总决赛中击败了此前四连冠、处于联赛绝对统治地位的 DSM。V3 也是 LJL 夏季常规赛的战绩最好的队伍。Tat 以及 Buggy 两名选手有过去国际大赛的经验，而另外三名选手则是第一次参加全球总决赛。作为 LJL 的新王 V3 能否为赛区拿下第一个正赛的名额呢？日本的召唤师们都一样期待。V3 Esports 将会进入 B 组，有请微笑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
TCL 赛区冠军 Papera Supermassive。 从2018年开始， SUP 的表现就有些挣扎，他们连续三个赛季无缘了 TCL 的联赛冠军。2020年夏季赛之前，这支队伍进行了大幅的阵容充足，Zenith 以及 Snowflower 的下路组合再次聚集到了一起，卡靠转会加入，并且成为了 SUP 队史上首个外援打野，跟白帽作为了教练回归到了战队。 SUP 启用了这个新阵容，拿下了队史第五个联赛冠军，并且第二次的杀入了我们全球总决赛。从2017年起，土耳其联赛再没有打过正赛的一个历史，许多观众都期盼着 SUP 能够打破这个魔咒。Papera Supermassive 将会进入 A 组，有请微笑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LCL 赛区冠军 Unicorns of Love。UOL 队内有着独联几区最优秀的五名选手， UOL 于2019年加入到了 LCL 赛区，并且立刻获得了许多支持者，他们的赛季把整个赛区染上了亮眼的粉红色。他们在今年的夏季赛中获得了全胜的战绩，并且在总决赛中以3-1击败了豪门 Gambit 夺冠。 UOL 在2019年的全球总决赛中战绩惨淡，这支队伍在本赛季进行了阵容的升级，下路由Gadget 以及 Santas 双人组替代了原来的 Edward 以及 Inex 的一个组合。在豪华阵容的加持下，这支队伍不仅希望能够杀入入围赛，杀出入围赛，也期待能超越2016年 ANX 战队创造的奇迹，取得更大的突破。Unicorns of Love 将会进入 B 组，接下来有请微笑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CBLO 赛区冠军 INTZ。是的，又一次 IND 力征服了巴西联赛，拿下了队史的第五个冠军，也巩固了其作为 CBLOL 历史上最强战队的身份。他们在第二个赛季CBLOL 的第二赛季即为冬季赛，没有做出任何的人员调整，而春季赛他们险些遭遇降级的命运。这是 IND 力第二次冲击世界赛，在此前2016年他们曾经在小组赛中击败过 EDG， 而他们现在下路的选手马靠当时也在队中，期待今年巴西 IND 力的表现。INTZ 将会进入 A 组，接下来有请微笑抽出最后一支战队。来自 LLA 赛区冠军 Rainbow Seven。R7 战队的前身是 Lion Gaming， 他们在队史上总共获得了13次的联赛冠军，无论是在拉丁美赛区合并前还是合并后，他们都是该赛区历史最为辉煌的战队。 Rain7 在R7 在2020年第二赛季的战绩常规赛为8-6，仅以第四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季后赛，但他们在季后赛一路过关斩将，在总决赛以3-2艰难击败了常规赛的头名 AK 战队，拿下了宝贵的全球总决赛的参赛资格。Rainbow Seven 将会进入 B 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抽签嘉宾微笑。我们入围赛的抽签已经完成，稍后我们将会重新布置舞台，进行小组赛的抽签。我们将进行的是2020年全球总决赛小组赛的抽签。在开始抽签之前，请大家留意以下的规则重点：首先，同赛区的队伍将不会被分入同一个小组；此外，小组抽签将会规避未来入围赛晋级队伍分组抽签时可能产生的无效分组情况，当出现以上情况之一时，该队伍将会被自动顺延到下一个有效的小组当中。现在让我们有请 Clear Love 和麻辣香锅为我们抽出小组赛的队伍分组。首先让我们有请 Clear Love 上前进行小组赛一号种子池的战队抽签。
来自 LEC 赛区一号种子 G2。在经历了一个动荡的赛季之后，我们原本以为 G2 在欧洲的统治受到了挑战，但在 Caps 的强势发挥加持下， G2 在夏季决赛中3-0横扫了老对手 Fnatic， 并且拿下了队史第八座联赛冠军奖杯。今年他们的目标仍然是杀入决赛，并将召唤师奖杯带回欧洲。G2 Esports 将会进入 A 组，有请 Clear Love 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LCK 赛区一号种子Dongwon Gaming。 DWG 连续第二年杀入了全球总决赛，他们今年引入了 Ghost 的选手，为的是增加下路的稳定性。堪用的成长使得 DWG 本就极具破坏力的上野组合更进一步。这个夏天 DWG 队史首次杀入了 LCK 总决赛，并且以3-0的比分彻底击败了 DRX，拿下了 LCK 赛区一号种子的席位。除了 Ghost 以外， DWG 的4名选手都入选了 LCK 夏季赛的常规赛第一阵。 DWG 在许多选手和分析师眼中也是本次全球总决赛的夺冠热门之一。Dongwon Gaming 将会进入 B 组，有请 Clear Love 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LCS 赛区一号种子 TSM。TSM 赢下了他们的第7次 LCS 冠军，同时这也是他们继2017年之后首次重返全球总决赛的舞台。他们在夏季赛常规赛只取得了第4名的成绩，并且在季后赛的第一轮就遭到了对手的横扫，掉入败者组。在这之后，他们连续赢下了4个 BO5， 最终夺得冠军。上路 Broken Blade 和打野 Spica 都是首次登上世界赛的舞台，而 Pearson、Double Lip 和 BioForce 的3名选手则是大家的老朋友了。TSM 将会进入到 C 组，有请 Clear Love 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LPL 赛区一号种子 Top Esports。 滔博战队在2020年进行了极为成功的队伍补强，引进了 Karsa 以及 Jacky Love。 TES 在春季赛中经历了一段挣扎的磨合期，但在 Jacky Love 正式加入之后，他们补齐了最后一块拼图，战绩一路走高。不仅在春季总决赛中与 JDG 大战5场，更是夺得了 MSC 季中杯的冠军。夏季赛 TES 取得了常规赛第一的战绩，并且在与 JDG 的再次交手中3-2完成复仇，获得了队史首个冠军。 Knight 作为 LPL 新时代个人实力的代表，也是 LPL 历史上首位单赛季获得常规赛 MVP 和总决赛 MVP 的选手。Top Esports 将会进入 D 组，接下来有请麻辣香锅上前进行小组赛二号种子池战队的抽签，有请麻辣香锅抽出第一支战队。
来自 LPL 赛区三号种子苏宁。苏宁战队于2020年春天引入了斌和幻风两名天赋异禀的新人选手，尽管他们在春季赛没能杀入季后赛，但在老将 Source Art 的帮助下，两名新人的成长肉眼可见。夏季赛苏宁从赛季初期起便一直维持着不错的状态，下路的斌更是以他强势的对线和华丽的单杀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季后赛中骚分的状态突破天际，一路压制了许多实力强劲的打野选手，最终帮助苏宁取得了季军的成绩。苏宁在2020年维持了极佳的上升势头，他们很有可能在这届全球总决赛上掀起不小的波澜。苏宁将会进入 A 组，有请麻辣香锅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LPL 赛区二号种子战队 JD Gaming。JDG 在2019年曾经尝试以卡纳维作为首发打野的阵容，而这位春季赛 MVP 打野的成长也给2020年的 JDG 带来了蜕变。 JDG 于春季赛后半段完成了强势的小局20连胜，并最终成功3-2击败 TES 拿下冠军，辅助选手绿毛也凭借他的绝活巴德拿下了总决赛 MVP。相比整体血腥好战的 LPL 赛区风格， JDG 的打法相对稳健，往往会通过中后期的团战一波翻盘制胜。大多数人认为尽管风格不同，但 JDG 和 TES 两队的实力不相上下，两队都是2020年全球总决赛冠军的有力竞争者。JD Gaming 将会进入 B 组，有请麻辣香锅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LEC 赛区二号种子 Fnatic。Fnatic 的常规赛历程十分艰辛，但他们在季后赛中找回了状态，3-0横扫了 Rogue， 并且终于在一场 BO5 中击败了宿敌 G2。 Fnatic 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由 Reckless 领衔的阵容既有十年如一日的稳定选手，同时还有富有激情的 Playmaker。 Fnatic 过往的全球总决赛战绩始终不俗，粉丝们非常期待这一次 Fnatic 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Fnatic 将会进入 C 组，有请麻辣香锅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LCK 赛区二号种子 DRX。DRX 在春季赛取得了季军，夏季赛获得了亚军的成绩，并以 LCK 全年第一的身份进入了全球总决赛。除了 Depth 和超位以外， DRX 的阵容名单中多是非常年轻的选手，他们凭借年轻的血性和敢于操作的拼劲获得了不错的成绩。随着赛季的深入， DRX 新人选手们的表现渐入佳境，而全世界也都在期待着极具天赋的超位选手能够带来怎样的表现。DRX 将进入 D 组，接下来有请麻辣香锅进行小组赛三号种子池战队的抽签，有请麻辣香锅抽出第一支战队。
来自 LEC 赛区三号种子 Rogue。Rogue 是 LEC 夏季赛第一名的队伍，他们的赛季的表现十分稳定。整个夏天 LEC 的队伍们一直声称 Rogue 的强度并不高，但他们在一整个常规赛里都没能击败他们。 Rogue 在赛季中始终被低估，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团队协作力，最终有四人入选了 LEC 夏季最佳阵容二阵。中单 Larsen 的表现超越了每个人的预期，下路 Hansama 和 Wander 的组合让他们赢得了整个赛区的尊重。基于同赛区战队同组规避原则， Rogue 战队将顺延至 B 组。有请麻辣香锅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PCS 赛区一号种子 Magic Esports。 Magic 在2020年的 PCS 春季赛取得了亚军，而在夏季赛里他们启用了一套全新的阵容，并一举拿下了 PCS 夏季赛的冠军。 Magic 阵容中的大部分选手都有过参加国际大赛的经验，只有下路的新人选手 Bruce 是首次参加类似的赛事。Magic Esports 将会进入 A 组，有请麻辣香锅继续抽出下一支战队。来自 LCS 赛区二号种子 FlyQuest。Fly 在 LCS 夏季赛季后赛一路披荆斩棘，以胜者组冠军的身份杀入了决赛。他们今年两个赛季都打入了 LCS 总决赛，这支由 Power of Evil 加 Century 的中野组合领衔，这两名选手总能逼迫他们的对手拿出最佳状态。上单 Solo 第一次参加全球总决赛，而下路的 Wild Turtle 和 Igna 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Fly 战队本赛季初设定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自己的表现来提升观众对于全球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关注度。FlyQuest 战队将会顺延至 D 组，有请麻辣香锅继续抽出最后一支战队。来自 LCK 赛区三号种子 Genji。 Genji 是 LCK 战绩最辉煌的队伍之一，加上前身三星，他们是 LCK 晋级全球总决赛次数最多的队伍，队史六次晋级了全球总决赛。他们春季赛取得了亚军，夏季赛则获得季军，最终通过资格赛成功晋级。作为资格赛之王，真迹在最后一轮中3-0横扫了 T1， 成功以三号种子的身份晋级。除了辅助 Life 之外，这支队伍的其他选手都有着丰富的国际大赛经验。 Ruler 作为2017年全球总决赛的冠军，在今年依然发挥出色，并且在夏季赛入选了 LCK 的第一阵容。Genji 战队将会进入 C 组，至此，小组赛阶段的抽签已经全部完成。再次感谢我们的三位抽签嘉宾为我们带来的抽签，让我们为每一支战队加油助威，希望他们可以联手奉上一场令人难忘的全球总决赛。2020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将于9月25号正式开战，各位召唤师，让我们不见不散。